福传千里，有缘爱相随。欢迎收看《原来一家人》，我是张雅婷。新移民远嫁来台，最难适应的莫过于文化语言，而其中语言呢，有的时候不只是中文，而是台语。举凡台语的发音、语调、腔调，还有措辞用法等等，对这些新移民来说呢，都是一项挑战。今天我们带您快来看看新移民学台语。这是一场别开生面的台语歌谣大会。拗口的台湾话要说得好不简单，何况还得朗朗上口。祝大家平安快乐，大家虽然无烦无恼。一场表演结束，掌声响起。要是你知道这些表演者全部都是新移民，而他们口中念念有词的台语是经过苦练而成的，应该也会为他们鼓掌吧。我是来还不到两个月，都是老师的功劳，然后也要感谢台北市政府还有中山区公所给我们提供这样的环境跟条件，让我们可以更快的适应这个环境，有在里面得到很多乐趣。对啊对啊，就是学习不会很枯燥，也不会很严肃紧张。来台不到两个月，台语能说能唱，之所以能进步飞快，除了政府单位提供的学习环境之外，新移民为了融入台湾社会，为了更贴近台湾的家人，所做的努力才是最关键的因素。